就是他，姑娘，这是我们掌柜的。 唐家墩的事你还记得吗？原来是唐姑娘，你不来我也要找你。我的两个兄弟死在你的手里，想必姑娘手底下有两下子。不过，唐姑娘，你太放肆了！住口，花豹子！你姑娘不愿意多伤人命。 乖乖的，你跟我到衙门里去自首，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说的倒容易，你花爷爷就是不听这个邪，有什么本事你尽管使出来。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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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Ugh!